今天第一版啊，先关注一下狠人哥的博士，目前 S1 的博士。狠人哥的博士，不会是圣心医院吧？哎，我觉得真的，职业选手练一手博士在哪里练呢？就练圣心医院，就练手那边的三连，然后打个出其不意，就跟东玄在那个里奥的回忆练涅西一样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一个冲刺过来找到古董法的话，穷者这套阵容有一个囚徒在其实是不错的。虽然说勘探员古董商你要正面去打这个博士打不动，但是他修机速度快，哎，他修机速度是快的，他修机速度并不慢，对吧？那总比前锋啊那个大副这一类好一点啊。大副的话倒不一定，大副可能还能扛得住。我们看这把博士带的是一个失常，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冲刺压到跳没砍到，古董商回身甩棍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你甩棍我抬刀，一个跳过来，这边一个冲刺应该带走了，一个冲刺好的，还是一个震慑，因为这个点位你跳的已经用过了，你必倒无疑。你准备甩棍我起刀，你准备翻我冲刺过来的话，刚好一脚把佣兵的密码机踹了，狠人哥保平真胜的一个感觉。他这边这个市场要留着，留着是压三连吗？这手失常留着，还是说觉得这边的机子不够，对吧？我一脚失常能踹的更多，哎，踹这一脚咔嚓，刚才根本不够我看的，一个重击一刀，这边囚徒交个电，古董商那边交自己。但狠人哥这把的话，说实话他打的并不针对啊。如果说在这波的对抗过程当中，囚徒真的能够扛一扛拖一拖，即便狠人哥前期是博士，但是由于他淘汰人的一个特性啊，就他淘汰人是慢的，他不像上挂那种节奏，对吧？挂飞一个人可能只需要两分钟，你这个要击倒三次人那可不是两分钟啊，有可能要三分钟，那么你就会给囚者更多的时间。所以他刚才其实我觉得他踹掉佣兵的密码机，然后回头去打那个古董商的会更稳一点。现在的话呢，虽然说在踹机子上面他获得了更多的踹机，但你看这边节奏似乎是断的啊，目前来看节奏是似乎是断的，这边的囚徒真的拖了很久很久了。这边再交一个电，哎，就卡你冲刺起刀这个中间的一个时间点，把这个电用掉，真可以啊。这局的话囚徒这边的一个牵制我觉得已经拉满了，勘探员的密码机那可能还要被踹，可能还要被踹，这边的机子踹掉。但我觉得这把狠人哥他不稳呐，直接底牌切船找古董商，再过来打一波针对。但这波打针对的话，那边的囚徒可以摸起来，然后囚徒这边勘探员这边密码机一修，剩余的机子这边古董商拉走，囚徒连线古董商这台机子就有可能打出四人开门战的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开玩笑啊！你博士有本事不走，你走了我连线这边的密码机，这台机子是可以远程补掉的。我们来看囚徒这边，哦，他现在连的是另外一台，勘探员绕过来，哦，这边勘探员绕过来补，佣兵这边，因为机子其实是够了，大家可以看到三台机子是绝对够的。这边佣兵但凡能够把古董商的密码机修完，穷者这边密码机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他这边去抓囚徒的时候，我给大家讲到这个局就不稳了。一刀，现在的话待会儿有一个突破口是这个古董商，佣兵手里有手搏命的，他把古董商一点起来，两个人有搏命，或者古董商这边拉开也行，佣兵这边吃刀点亮机子也行。摸起来好，搏命带走，博士这边只能守这台机子啊，啊，博士只能守这台机子。其实我觉得刚才佣兵这边直接亮机行不行，这
这样的话呢，佣兵是个半血。囚徒这边过来，囚徒也过来了，不过囚徒不是教自己的。勘探员和那个古董商是教自己的。这边一个冲刺打到佣兵，佣兵要倒，手里有传送。囚徒这边的话手里有飞轮，一时间想要快速击倒囚徒应该是没那么，也不好说。这飞轮如果说交失误呢，正常来说啊，这边起一个涌动状态，电没交到，飞轮往前顶，但是没有交互点。这边再一个刀破板，囚徒二倒，直接传送吗？门是已经开了，冲刺过来找古董商。这古董商可是个倒地霉，古董商你还想摸佣兵啊？刚才佣兵摸你，你想摸佣兵，完了。这波古董商如果被找到都是个多抓了，因为博士手里面有个传送的，博士手里有个传送，他这边回去先压制住这边的佣兵，先管住这个佣兵。哎，他为什么不去把这个古董商给抬了呀？他传送落地去抬古董商不是更好吗？这古董商是个挂飞啊，而不是个倒地霉啊。他过去把这古董商打了回来，再来找这佣兵，有没有机会三抓呀？